我们刚刚从那边走走走走，从那边小威尼斯，那边像不像威尼斯？这里就是小威尼斯区，然后走走走走走，咦、欸，我们又来到昨天傍晚来的五个风车区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。啊，这个好像叫什么基克拉德式的风车，哇，上面都有茅草，而且上面有鸟哎、欸。而且我们刚刚花了。本来是9欧元，可是我们杀价杀成8欧元，买了一个小型的风车，要带回台湾做纪念。看我帮你照。那老太太还挺硬的，不让人杀价。几番拉扯距离站以后，才杀了一块，真是辛苦到了极点。那老太太真绝，好像要5块，是不是？她就拿小的，不要这个，我要大一点的，不行，耐就是耐。太热，可是人好多。那个老外想干嘛？不可以拿我的东西。这里有很多同性恋哦，走在路上都可以看到很多猛男，可是真的身材都很好。这里地雷普多，很多狗大便。小心。沙滩上很多狗。应该也很开心吧？对。1、2、3、4、5，耶！拜拜。希腊的风车，米克诺斯岛，耶、yeah! ！我也要，我要学会。希腊的风车，米克诺斯岛，耶、yeah! ！拜拜，拜拜。